的朋友们赶快移动脚步来到景点的前方排队哦。待会儿来排队的时候，记得参加我们摸摸乐的时候，主持人会先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的游戏规则。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移动脚步来参加我们动魄汽车影音公益的舞台活动哦。我们现在要进行的舞台活动是趣味竞赛，那我们的趣味竞赛只要你经过路过都可以免费来参加。今天参加的每一位朋友们，只要成功的将有蓝色标签的海尼跟00009的版本哦。好的，那我们现在邀请我们现场要参加的朋友们，赶快移动的脚步来到前方来排队，我们要开始进行今天的趣味竞赛了。首先，我要先问一下，现场哪位朋友要先当我们的破汽车影音公益最后一场舞台活动趣味竞赛的第一位？